这边你真正看唔着去啊啦，那机器有问题啦。我点解你咪讲要就？我讲了还是？这个机器根本都不是假扮的，是山寨机，绝对无可能发现。什么所在？有什么问题？唔免看啦，你去予人骗去。要我等就是嘛，第二日讲，我就绝对无可能接受你的。即摆就换我来主导你的命运，你绝对会后悔。香水还是？在靠这巴肚来一块肉，去吃挂庙公，保证你看会着吃的。金主，明明就是我亲眼就看到你跟金主牙龈痛哈，你顺便害我，害我阿姊老体。总裁哈，你竟然敢祸害我囝，接水甲死出去。这林蒙，你要替这个查某咧出气，这种野人咧讲，叫林蒙家破林蒙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医生不是讲开刀了，就当感受到淡薄光线。有这摆感情，哪会搁暗迷茫啊？家己有出淡薄意外啦，你家己也有心理准备。我小平哥已经有可能在今年活动搁接受移植。就是失败，哪有可能？阿姨，伊在伫遮，伊已经来啊，竟然无我知影，哪会安尼？拄则工程师啊研究的结果，因发现这个机器根本都不是假扮的，是山寨机。我讲文凭，我抽象也济，我即马就顶来看。刘少，爸，我想要靠西巴肚来迄块肉，去吃官庙公，保证你看会着吃袂着。司机，你出来！你讲要紧？明明就是我亲眼就看到你跟金主牙龈偷看，你顺便害我，害我阿姊老体，但是明明就是你做，你唔讲无？陈中信，你去予人骗去，安普罗是我个人的投资，甲乌鸡集团根本就无任何关系。香水，还是这个名，卖这点事个。我不管了，我讲你绝对会后悔啦，我拜托你啦。竟然是，当年我叫你打个好主意，让你看无办地查某，即摆竟然带坏事，变成乌鸡集团的总裁。要跟安破罗大沟通。望着你来。